saya nak sebut lagi satu perkara terakhir, iaitu apa yang disebutkan oleh Teng Chang Yau bahawa pengundi Cina kena sokong calon Cina. Ini adalah satu permainan taktik kotor dan bersifat rasis. Sama seperti parti PAS sebut pengundi Islam hanya boleh sokong calon Islam. Teng Chang Yau sekarang mau mainkan perkauman kerana dia sebut pengundi Cina sokong calon Cina, baru boleh pastikan bahawa Ketua Menteri Pulau Pinang tetap masih adalah orang Cina. Saya Lim Guan Eng bukan orang Cina. Saya pun tak tahu kalau macam ini apa bangsa saya. Tetapi yang penting tuan-tuan, puan-puan, kita kena tolak permainan perkauman ini, tak kira daripada UMNO ataupun daripada gerakan. Mereka parti rasis, chauvinis. Kita tolak mereka hari esok. Boleh tak? Yao Chen Zhe，我郑主席邓长耀，我平常不点名，但是这次他太过分，因为他玩种族政治，他要求华裔选民必须要选华裔候选人，就是马华或者民政，因为他是华人，华人应该要投给华人。 我们支持的候选人是看他的原则，是看他的立场，是看他的政策。如果对人民好的话，我们才应该支持；不是看他的肤色，我们要看他的本色。如果他说， 华裔选民要支持华裔候选人，他跟回教党有什么两样？回教党说，回教徒的选民不可以支持非回教徒的候选人，必须要支持回教的候选人。这样的种族政治非常危险，非常危险。 会伤害我们民主和谐而有强。如果我们玩这个种族政治，我们的国家将会分裂。支持一个候选人，是看他的理想，看他的原则，看他的政党，是否他讲到做到，或者是只是自己讲自己说。 我最不能够接受的是邓长耀说要选马华民政华裔候选人，确保滨州首席部长是继续由华人担任。啊，你看林冠英不是等人啦，啊，是林冠英不是等人，你是哈密啦。 我要跟邓长耀讲，有可能你对你说我不是华人，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邓长耀要分裂。 马来西亚人民，华人支持华人，马来人支持马来人，印度人支持印度人。
永远国政之政，我们要打破，我们要摧毁，我们要突破这个种族框框，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如果我们不能够打破这个种族框框，我们就不能够改朝换代，变天换新政府啊！民主行动党是多元种族的政党，我们的候选人的排阵有华人，有印度同胞，有马来同胞，他是代表行动党跟其他友党组成宾州政府，而且希望你们也同意让行动党所推出的人选担任宾州首长，就是林冠英。我希望邓章耀不要侮辱我，也不要侮辱而藐视我们马来西亚人民的智慧。我要告诉邓长耀，你已经过时了，你已经落后了，你这种原始的思想已经不吃香了。我们现在在21世纪，我们是堂堂正正，我们要担任一等马来西亚公民啊！我们让邓长耀分裂我们。我们永远不能够做堂堂正正一等公民，好像国政那种样子，从永远成为自我矮化的少数民族。这个是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每一个马来西亚公民有份，成为马来西亚人民，我们必须要帮我们其他的同胞，不管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伊班人、噶达山人，大家都是一家人啊！民政党邓章耀有可能不明白，因为他们已经太久成为武统的傀儡，我们要让他知道，槟榔十年前拆了咯。行动党邓章耀，民进党别花过的苦我们的小孩能够有更好的日子，我们要的是我们的小孩的青春获得保障，没有人能够剥夺他的青春，没有人可以欺负他，他不会受委屈，大家说好不好？有天才有地，有地才有国，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你，有你才有我啊！
kita memberikan komitmen, kita sentiasa akan berjuang untuk rakyat Pulau Pinang. Besok adalah hari bersejarah untuk Malaysia. Malaysia boleh bebas semula. Malaysia boleh hidup semula. Malaysia boleh jadi bersih semula.